陈毅六大原因造就顶流男神，大波奇娱乐界欢迎大家订阅点赞，不要忘记打开小铃铛呀。陈毅，一个在娱乐圈中迅速崭露头角的新星，以其独特的魅力和出色的演技赢得了众多观众的喜爱。那么陈毅是靠什么爆火的呢？今天大波奇娱乐界和朋友们深入探讨陈毅爆火背后的六大原因。第一，扎实的演技。作为一个演员，陈毅的演技无疑是他在娱乐圈中崭露头角的基石。从青云志中的林金宇，到琉璃中的雨丝凤，到沉香如屑中的英烟唐周，再到今年的爆剧莲花楼中的李相夷李莲花，陈毅在每个角色中都展现了细腻真实的表演，让观众为之动容。他能够准确掌握角色的内心世界，透过微妙的肢体语言和脸部表情来传递角色的情感，使得观众能够深入地理解角色的性格和情感。第二，独特的个人魅力。除了演技之外，陈毅的个人魅力也是他爆红的重要原因之一。他拥有阳光帅气的外表，温和谦逊的性格，以及在镜头前展现的自信和从容，这种魅力使得陈毅在观众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也让他在娱乐圈中建立了良好的口碑。第三，持续的努力与坚持。陈毅的爆火并非一蹴可及，背后是他多年来的努力与坚持。他从小就对表演充满热情，透过不断的努力和学习，逐渐提升了自己的演技。在面对困境和挫折时，陈毅从不轻言放弃，而是坚定地走自己的路，不断突破自我。这种精神不仅让他在事业上取得了成功，也让他的粉丝们感动和钦佩。第四，良好的团队合作和人际关系。在娱乐圈中，团队合作和人际关系同样重要。陈毅深知这一点，因此在工作和生活中始终专注于与他人的沟通和合作。他与导演、制片人、演员等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，这也为他赢得了更多的机会和资源。同时，陈毅也积极参与公益事业，透过自己的影响力为社会做出贡献，展现了他的社会责任感和承担精神。第五，善于把握机会。陈毅在娱乐圈的爆火并非偶然，除了自身的实力和努力外，也离不开他善于抓住机会的能力。他能够敏锐地洞察市场趋势和观众需求，从而在适当的时机选择合适的作品和角色。这种敏锐的洞察力和判断力让陈毅在事业上取得了快速的发展。第六，不断挑战自我。陈毅在事业上始终保持进取的心态，不断挑战自我。他不满足于现状，而是勇于尝试不同类型的角色和作品。这种勇于突破的精神让陈毅在演技上不断突破自我，也让观众看到了更多的才华与魅力。陈毅的爆火并非偶然，而是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。他凭藉扎实的演技、独特的个人魅力、持续的努力和坚持、良好的团队合作和人际关系、善于抓住机遇以及不断挑战自我的精神，在娱乐圈中崭露头角，赢得了众多观众的喜爱和支持。相信在未来，陈毅将继续保持自己的优势，为我们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。欢迎在大波奇娱乐界下方点赞留言，不要忘记打开小铃铛呀。谢谢您的观赏。